文化部2001年开始响应国际古迹日，今年以文化资产由于义为主题，并结合再造历史现场计划，补助各县市政府举办古迹日活动。屏东县这次有三个计划，包括屏东飞行故事、屏东烟叶厂以及牡丹社事件，透过在地文化、艺术、娱乐的转化，提供民众亲近认识古迹的机会。非常期待屏东县的三大的再造历史现场，以及串联其他的这个古迹跟历史建筑的各多元的这个现场啊，能够串成县长所提出来的文化路径啊，那么由创意来保存记忆。除了有形的文化资产，屏东县政府也透过艺文工作坊、文化小旅行、AR 虚拟与现实的互动体验等，带领民众走进故事现场，穿梭屏东历史的过去与现实。文化它可以超越族群，跨越藩篱，甚至呢跨越时空。那这当中大家一起见过的，从历史纹理当中找寻的生活记忆呢，但在这记忆当中里面，如果融入了城市的美学、产业的经济，那我相信呢，那这个文化才能够历久弥衰。郑丽君表示，历史现场再造是地方精神的保存与再现，增进不同世代民众对文化资产的认识与保护，从文化中找回属于自己的灵魂。原视新闻巴朗屏东市，人不到。